所以在这里呢，除了看到各种新款腕表，还能看到相关的关于钟表文化呀、钟表历史啊。这么高贵的材质，你说它是运动表，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？如果想低调，如果想闷骚的话，就按一下这个按钮。钟表与奇迹2023，帕姆强尼。很多人问钟表与奇迹2023这个表展上最值得一提的品牌和最值得一提的产品是什么？应该说帕姆强尼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给你看个东西啊，这款表呢是帕玛强尼的通达 PF Micro Rota， 它的材质和它的设计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以前我们的节目里提到 FPJ 啊 ，FP Zoom 呢，讲它的高贵之处，表盘都用贵金属。那么这款表呢，也是同样高贵的贵金属。你能想到的贵金属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铂金。表盘是铂金的，表壳和链带自然也是铂金的了。这就是通达 PF Micro Rota 的铂金款。Micro Rota 是微型摆陀的意思啊，待会儿给你们展示一下后背。从后背可以看到这个微型摆陀的机芯啊，做工是非常讲究的。我们不是谈金价，不是谈保值，我们谈这个金属。铂金是最低调、最尊贵的金属，铂金是少有的可以以950的形态拿出来做手表的材质之一。这款就是高贵又尊贵的铂金啊，表盘是铂金喷砂处理。所以它显示的铂金的本色，这个外观设计呢极其简洁，典型的通达 PF 造型啊，整体式造型。我们说整体式造型，往往说在豪华运动表上，但是注意，帕玛强尼并不把这个标称为豪华运动表，虽然它有很多豪华运动表的设计特征和受欢迎的元素。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啊，铂金款的 Micro Rota 表壳、链带、表盘全是铂金的，造型又这么极简，就是一个微型摆陀的两针。那么我的问题来了，这款表是不是你们见到的最贵的两针表？在互动区给我们留下你的意见。这么高贵的材质，你说它是运动表，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？所以说完了低调的铂金款，我再给你说一个更有趣的款式。喜欢传统复杂功能的朋友，帕玛强尼也没让你失望啊。这款就是通达 PF 的飞行陀飞轮，顾名思义啊，陀飞轮开的这个窗口都可以看通透的啊，材质呢也是很高贵的铂金材质，表壳链带都是高贵的铂金材质，同时做了复合打磨，整体的设计要哪有哪儿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颜色，这个蓝盘呢，大家仔细看啊，这个蓝是一种很优雅、很低调的蓝，这个叫米兰蓝，据说呀，这是西游家乡米兰的一种特有的蓝色。在今年的新款里呢，不只有这款陀飞轮表配的是米兰蓝，这个GMT 追针它用的盘也是米兰蓝，很低调、很优雅、很深邃的一种蓝啊。这是玫瑰金材质，这不是我要说重点，我要说的重点是它的复杂功能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复杂功能。作为这个钟表发烧友都知道，一个复杂功能叫追针 Hot Pound， 追赶的意思。帕姆强尼通达 TF 呢，这里也有一个追针功能，它是两地时追针，就是 GMT Hot Pound，估计懂点表的人都已经能猜出它的功能了，但是之前你为什么没想到呢？这就是它的创意之一啊。这里边有三个指针啊，有时针、有分针，还有一个针，这个针呢就是两地时指针，现在它是显现出来的。其实呢，在设计上呢，帕玛强尼可以用一个方法让它隐藏起来，就像这样，这就是追针的过程啊。我们不需要两地时的时候，我们只用这两个针就行了。当我们旅行，比如说来这瑞士的钟表与奇迹展览啊，出现了一个时差问题，我们需要家乡时间，需要当地时间，这个时候两地时就用上了。那么怎么设定这两地时呢？也非常简单，我真佩服帕玛强尼这个设计。在8点钟，这有一个按钮，可以按动它呢，就可以调整第二时区的时间，就是用这个方法设定不同的时区来查看两地时时间。如果想低调，如果想闷骚的话，就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它一追针就追回来了。表盘的肌理啊是有很有讲究的，我们如果看以前的帕玛强尼的表呢，它也用肌楼纹，但是在通达 PF， 尤其是这个 Mr. Guido Tellani 先生来了以后呢，他做了一系列的改进，其中就是把肌楼纹变得更加的细腻，更加的低调了，这个很杰出了吧。但是我告诉你还有更精彩的呢，它更神奇的是这款啊，这个叫分钟追针。刚才我们说的是 GMT 两地时追针啊，也就是时针追针，这个呢可以做到分针追针。这个设计应该说是在今年的钟表与奇迹展览上最惊艳的设计，它不是所谓的天花板级的设计，但是它绝对是大开脑洞的设计。帕玛强尼就只能先说到这里了，它背后还有很深远、很丰富的文化背景啊、历史知识等待我们的去探索。关于钟表与奇迹新款腕表的最新报道、深度解读的话，关注我们。刘老师，别喝了，该走了。